美国侯建同乡会位于1942年成立，至今已经历了80场春秋。它的历史虽然短暂，它的历程却是很艰辛而漫长。1942年，旅美美东老一辈侯建同乡亲为了谋生自救，同舟共济，守望相助，在南北三军的陈桃云、林正斌、何菊白、林旭德等参与下创立了美东侯建同乡会。何菊白为首的时期，后有历史主席段德禄、陈清泉、郑琦、段思琪。同乡会是我们林乡老前辈的辛辛苦苦赚来的经验。我作为美国侯建同乡会第84届主席，我希望把同乡会能够团结起来，重振同乡会一日的光辉。同乡会是我们旅美侯建乡亲之家，大家要一定一起共同努力去维护这个家。团结所有振兴计算法，共同为社团服务，开放同乡会，以正常工作的时间给乡亲服务，还有怎样培养吸收大量年轻一代主流主流社会参政议政，全力维护华电商家和居民的权益，反对在华电修建影响我们生活的商业品的游民所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面对的解决，将会不负众望。全力以赴，同乡会回到正轨，为我们乡亲服务，让美国侯建同乡会重现一日的光辉。守望相助，维护权益，是美国侯建同乡会的传统宗旨。随着第二三代的华人的成长，新移民人数增多，及同乡会会员基础实力的增强，会员结构出现了人性化、知识化的可信变化。同乡会在闽南传统宗旨的同时，鼓励发展会友活动，广大同乡为了正视影响及引导乡亲主动主动社会，提升乡亲的社会地位，把侯建同乡会打造成一个翻身的家，努力地做好会友工作，促进健康发展，充分发挥出来，决定坚决抗议祖国尊严，维护祖国利益，为中国做好中华复兴做出新的贡献。谢谢大家。有点紧张啊，当主席了，确实重担压在肩，是的。先坐啊，先坐啊，没关系。这个主席不是这么容易当的，是吧？2008年的时候，在咱们曼哈顿这个区单选的这个法官，然后你单选以后呢，咱们那个法院系统呢就会调到你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其实我第一年呢，2019年的时候，是在布伦特林的刑事法院做法官。你好，高兴见到你。你好，也恭喜我们郑庭长第一常务副主席担任。来，把酒杯都倒好了啊，带着酒上来啊，别空杯啊。哎，来真的啊，不是白水可乐啊，骗人是不行的。
曾经
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。母亲总爱要我那大河浩荡，奔流在蒙古高原，我要远家乡。父亲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，站在这漫长的土地上，我泪落如雨。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忠魂，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。啊，母亲心在新的征程上一路高歌，谢谢。